但他们都想把一个词炒热，从我觉得 OK 到 freestyle this style 是空间庞氏还没够红，那我来试试助力，让这 wordplay king 来做点知识普及。问怎样才能算是好的庞氏烂，首先得有梗，没有梗的那是庞氏烂。这胖子懒个放肆玩，这强势软的方式烂，口腔是战我的庄子班口装子弹，他装是闪，但是说唱质感更像是装饰塞满框子的烂，看了都让人感觉想自残。记得在以前销量和票房取决于音乐，而不是那超娘的包装价值观。崩塌流量，哎，但以前忙着爱度，现在忙着对天。唱的 flow 是你爱的，把对手的尸体埋着，我有多重人格，哥们我自己跟自己 cypher， 带着麦克 fire holy moly， 选择东比，有人在练 rap 的功力，有人用 rap 变的功力，我带给你权力的剖析，歌词里每句揭露着权力，权力的游戏，便利的油腻，现役的都先急着牟利，远不愿意先去谦虚的潜心练习的手艺啊，看着我 double 的 cash， double 的 Gucci 在 flex， 美国的 rapper 的歌词都翻译成中文，就像这样 rap， 我花掉的 double 的 dollar， 穿着 Gucci 的 Louis Balenciaga， 说真的那不是 random， 更像是哥们是真的喝大了，每首歌都大把人民币，不你的水哥里三点冰，听说你们只会三点音，可这哥们真是那么三点音。在那玩 hip hop， 打了点叛逆心灵，让我们冲出底下。那无关痛痒的 diss 是一定不酷。当我 fire bay， 让黑的全都移民。呜呼！我有时在看乐队的夏天，可说到态度，这里更像 rapper 的冬天。现在都爱把 rapper 请来，去上平台，得意后再把大家当瓶盖一样踢开。得不到像对乐队兄弟那样的对待，得低下头去玩这游戏，无法真实表态。一边是明星乐迷发表的主观评论，一边是高高在上明星制作人的评分。这不怪制作人，最多怪规则的制定人不愿意开口。但你们都是知情人，想走红没错，别只 chase 流量，那不是永恒。不信的话，看看周杰伦 vs 蔡。徐坤啊，出马零零后 ready to go， 年轻有志的厨师叫去做我的 bro， 年龄就是个数字，你只需要把初衷记好，别忘了本，专心做音乐，别忙着混，像有些 rapper 每天只顾着 party 的妹，还有些 rapper 每天都只顾着 body 昏睡，还有人好吃懒做却幻想能发力腾飞。以上的话要说，因为我在做垃圾分类，如果你达到瓶颈就打爆瓶颈，你会得到幸运或拿到明星的 featuring， 只要记得选择权是握在自己的手，没任何节目可以决定你的命运，这是 hip hop， 哥们别怕，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就像是 AirPod， 无限的潜力传送着，就像是 AirDrop， 这 flow 它有味道，像 OG 的鞋架。Oh my god， 我们需要更多出路，更多 self made， 更多吃火帮跟安全着陆。Bussy 和杨和苏在那发光跟发亮，而不是光顾着抖音打榜。如果你有歌中了，恭喜你的 move on， 得像 Jay Z on to the next one， 去用心的控麦克风，哥们别懒，我让唱盘二人转 ，Word 的赵本山，真性精气神，绝不炒冷饭。Do it for 肥宝 ，Do it for。这愿景你们没法 foresee， 做自己营销我不需要 foresee， 奔丧袖手旁观哥们不太佛系。Whoa， 这是 real hip hop with that freestyle， you better get shot， 还是穿着那件烂背心，有时感觉看着圈子像在看黑镜啊。Punchline number one， 我的铅笔 number two， 但 being sick only mean that you're first to lose。